大家咧可能都聽到咧互聯網啊、電子商務啊啲咁樣，咁通常你會覺得呢啲就叫創新啊。咁零售咧其實就比較係舊啲嘅、傳統啲嘅，但其實而家唔係嘅。我哋講到新零售嘅時候咧，我哋會知道咧新零售。其實咧就係將兩者嘅結合，經過呢十幾年嘅精華，互相之間嘅互動咧，形成咗一種咧線上與線下融合翻嚟嘅一種形態。咁啊，今集裏邊咧，其實我哋咧係會邀請到咧周大福啊、Kango 啦，同埋卓越咧阿 Gordon 兩個大佬咧，同我哋去講下咧，其實喺新零售佢哋日後嘅部署係點樣樣嘅，由佢開始傳統，然後變成咗創新之間。在新零售的心路歷程裏面其實經歷了什麼事呢，希望大家在4月21日4點半可以上來跟我們聊一下講一下。